天郭董他们要做什么？在大陆做很多的通路，可是通路的状况后来也不是太好，甚至要做 NB 这一部分去抢广达，好像也不是很顺利哦。所以现在请教一下这个蔡总怎么观察？因为呢，这个鸿海不断的把他的组织扁平化，越来越多的次集团出来之后，现在把重点放到了半导体。可是半导体我们知道，半导体的门槛其实并不低哦，怎么观察？今天哦，郭董应该非常的感慨啦。中国核准的东芝的出售案，是投西吧？之前标售标不到，对，投西吧就是郭董想买的啊、哦，当然就是半导体里面这个记忆体的部分。那郭董哈、哦，为什么一定要切入半导体？我想中美贸易战，尤其呢，川普呢出重手，原本啊要把中兴通讯一刀毙命，是叫美国的半导体不得提供中兴的关键的晶片，是。那现在也许这个事情有转换，那郭董看到这样的情况啊，心里就吓一跳。哎，我在中国嘞，对不对？一大堆都是做啊关键零组件下游的组装，但是，我郭董再怎么厉害，我只要扫掉那一颗关键的半导体晶片，整个鸿海集团没办法出货。加上中国2025年呢，这个制造最关键的就是要成立自主的半导体的晶片，是，所以郭董说我也要切入半导体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半导体的事业部有上百人的团队，他说这个工业互联网大象不仅能跳舞，还能跳起探戈，重点是这只大象要跳探戈，你没有那一颗晶片跳不了，没错，但是我们说哈。郭董以前也努力过，我们看这家公司叫做金鼎，是它的前身，也许大家不知道，沛芯半导体，对，哎，当时郭董找谁呢？找四大晶体电路的厂长曹志忠来负责这个部门。哦，刚开始啊，生意还不错，有应用材料的这些啊代工的这个订单，对，后来又做 LED 的照明，新贵的时候啊。那时候的沛芯360块，小 S 的公公买了一堆，对，最后你知道金融海啸来的时候跌到不到10块，不到10块、啊，不到10块、啊，差点挂掉，后来改名字，换个风水，换成金鼎，然后呢做什么呀？半导体跟面板设备这个部分，我看股价哈差一点冲上300块，去年 EPS 13块啊，今年第一季都有3块，很好啊。那现在股价维持在200块，好。今天有一档股票，一听到郭董也要做半导体啊，好兴奋涨停，就是讯芯 KY， 它是鸿海旗下当中做封测的，那现在郭董哈，老实讲，你说像这个某个媒体说我要做晶圆制造，要做12寸晶圆厂，会不会太晚啊？对啊。一头拉股都在做，大陆已经这个全部都全力投资了。对，郭董现在才跟进去，来得及吗？我们的立晶跟联电都过去了。对，台积电早已经啊蹲在那个南京了。这个太慢，太慢了。而且老实讲，做了人呢？人呢？对，也没人啊。人才才是重点啊。所以呢，现在中国的这个半导体最重要是在晶片，晶片是什么？类似 AI。所以它有可能应该要切入是 IC 设计。那假如嫌时间太慢的话，哦，直接吃一个，直接用收购的，收购，收购。所以最接近郭董切入半导体的概念，而现有的股票应该就是讯芯 KY。是，那这个郭董在半导体之路，这样听起来应该还有一段遥遥之路要走。不过呢，现在发展非常快速，而且顺利的是 FII， 因为 FII 已经确定可以挂牌了。那现在呢 ，FII 它在遴选它的战略投资伙伴，而且呢很顺利哦。这个战略伙伴呢，一次就拉到包括腾讯、阿里巴巴跟百度，就 BAT 的部分。那之前我们讲过，战略投资伙伴呢，它是可以最早来做入股的部分了，因为它可以有一些这个不管是互补啦、技术或管理以及核心技术的这个交换的情况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像腾讯呢，我们知道它在 AI 技术里面其实发展非常好，在自然语音处理还有机器学习。阿里巴巴有个 AI 实验室，那另外还有这些所谓的 ET 金融大脑等等，其实。阿里巴巴里面有很多机构跟 AI 有关系，那百度的部分也有像智能云，
智能设备平台等等，这些其实都跟 FII 的这个业务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至少在 FII 这边的速度发展来讲，应该会比较快啊。好，对我们的观众最关心的就是说啊 ，BAT 呀、啊、，BAT 就是蝙蝠啦、啊，其实就是那三家的这个互联网的巨头。对，好啊、有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后，鸿海的股价，不过我们分析一下哈、大陆叫做、战略配售啊，我们台湾就是策略投资人呐、啊，没错，好、就是这样。那富士康最主要是硬体，所以你在找硬体的人来、一起啊打拼 man， 软体的。平台的，所以找 BAT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好，重点是对 A 股的投资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大陆的散户。但是，假如你现在是 A 股的投资人，哦 ，BAT 都要投资，对啊，哇，开玩笑，马云、李彦宏这些啊，这个马化腾都进来了，我不能落人后。是，所以哈、基本上。有这个 BAT 的加持之后啊，我觉得 FII 在 A 股的挂牌应该有一段蜜月的行情。是，好，重点来了，假如这个蜜月的行情来了以后，会不会带动了台股的鸿海？对啊，鸿海的股价现在还是非常的低迷耶，也不见得哦。假如说站在外资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哦，你跟 BAT， 那对这个 FII 来未来长期的想象空间更大，对，更大。对不对？你本来只有硬体的概念，你现在有策略的合作的是软体啊，软硬结合啊，会把郭董很多的这个理想把它实现出来。所以这样的时候，我假如是外资的话，我可能真的下定决心，就跑到 A 股去买 FII， 是而不见得加码台股的鸿海，这个是要考虑的。好，另外这个郭董哦，他昨天也特别提到比较有趣哦，郭董今年67岁哦，大家想说，哎。他现在还这么多的愿景要做，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呢，之前郭董曾经到这个华大抽血做基因检测，哎，对方竟然跟他保证，保证至少能够活到100岁，甚至活到120岁，所以换算下来，郭董还有大约一甲子的时间可以来实现，不管他的半导体梦，或者说 FII 的这个下金鸡蛋的部分哦。那另外呢，他也提到一个很有趣，他说未来呢，如果要娶他女儿妞妞啊，妞妞今年9岁哦。一定要跟这个比对基因，就是他未来的女婿呢，要跟妞妞比对基因哦，用透过大数据的方式来看有没有办法门当户对。因为呢，现在啊，在做基因检测的部分，其实方式很多，有人是用血啊，有人或是用这个口腔的细胞等等。经过你采样之后呢，然后他们会去做一些，比如说定这个解码基因，再去比对大数据来看，哎，你的细胞的活性，哎，好像会比较好，甚至可以判断出，比如说你今年67岁，哎，未来。10年之后，你可能会得某一个这个疾病，就赶快帮你先做预防治疗。所以这部分呢，应该也是郭董非常看重的部分。对啊，所以郭董以后找女婿啊，来手先伸出来刺一针，把你的血液啊抽一下，去做大数据的一个分析。但是哈、哦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case 哈、哦？其实我觉得郭董一直在笑话李嘉诚啦。是啊、哦，他说这次在这个清华这个演讲是说。本来李嘉诚啊，约他见面的，他说我太忙了、哦、我先来演讲，以后再找李嘉诚了、所以他说我至少要像李嘉诚一样，至少要到90岁还在工作啊，所以还可以工作23年，所以鸿海、哦、不必啊担心这个接班，但是大数据能延长寿命吗？我们来举两个 case， 好、这个就是啊，安杰丽娜裘丽，对，裘丽啊，裘丽哦。切掉了他的乳房跟卵巢，是那为什么？因为他透过大数据基因的检测，他的妈妈、祖母、阿姨都得到什么呀？癌症。癌症。所以他说，透过这个大数据了以后，裘丽啊就觉得说，当然医生给他数字，你可能有80%的几率，很高啊，对，非常高，得到了这个癌症啊，那怎么办？黄昏已未来了、所以啊，裘丽就说这样的话，我把这个乳房给切掉，是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。再过来，贾博士，我们知道贾博士啊有胰腺癌，是，但是呢，他2004年的时候被诊断了出来了以后，他花了$100,000进行做基因检测，一样检测、他是先发现癌症之后再去做基因检测。好，当时医生说哈。你大概就只有1年的这个存活的这个生命时间、但是呢，做了基因检测以后呢，适当的用一些啊
这个肿瘤的这个药物，或者说饮食上面的一些控制。贾博士多活了7年。